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听说你有客串五月天的 MV， 还有演电影，还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些心情？就是我前阵子拍了一个高雄电影节辅导金的短片，然后会在年底的时候在高雄电影节上映，所以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。毕竟我真的很少拍戏，所以算是处女座来的。那你今天 T 恤要 DIY， 因为我知道你有事先先加工嘛，因为怕这边加工要太久的时间，对，会耗比较多时间。然后因为我是代表希望，那我觉得希望是非常充满着，对我来说是色彩，然后缤纷，然后很多自己的想象，所以我很喜欢一些彩色的东西。那我就把它彩色的东西放在那个 Jeff for you 的 for you 上面，想说比较缤纷一点，带一些希望。分享一下最近尬戏的心情，还有什么要？就是也是在拍戏空档，然后来到这边。那待会可能结束之后会再回去当一下吴以安。那真的很开心，今天大家可以一起抽空来这里跟我们进行这项活动。那我也非常期待7月24号，大家可以一起集合做这个 Joy for You 的表演，因为还有蛮长一阵子没有唱歌给大家听了。自从我之前跟管庆的那个小巡回演唱会之后，所以非常期待我们有一些新的火花可以呈现给大家。